本期话题：头三月孕妇禁吃的水果。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妊娠头三个月，我们叫早期妊娠。早期妊娠以后女性她往往心情是快乐的，但是呢，伴随着忐忑不安，心里边就会有很多问题，比如我吃水果，哪些能够吃，哪些不能够吃呢？在这里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各种水果啊，都是可以适当的吃的，但是呢，不能过多。我们呢要注意，在吃水果的时候呢，一个是不要多吃寒凉的水果，比如西瓜呀等等哈，也不要吃过分甜的水果，比如荔枝是很好吃的，非常甜，但是不要过多的吃。只要我们掌握适当的量，各种水果少量的尝试都是可以的。一般的情况下呢，桃子啊、苹果啊、橘子，这都是有益于健康的，并且能够提供充分的能量和各种维生素。所以呢，我们建议一天吃一个水果，就是三两左右的水果为宜。